不能吧唧嘴啊。谢谢八厘米冠军的飞机，还有两分钟开奖啊！现在是四分之一的中奖概率，我都没想到上单小法师都出来了。你是干哈的呀？这上单小法师是怎么个意思？传送不啊？你不传送，我可要塔后断线了。这小法师怎么跑下路去了呢？那恶飞流失呢？那上路是谁呀？小炮呢？希望他们能和俺多过几招。谢谢龙哥的飞机，谢谢新任社长。吵架了。这多没必要啊。吵啥架呀，你说。下把你不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你，好好打完这一把嘛。把这把打完就完事儿了。我就想知道这到底是谁的传送，你来干哈来了你。哼，哎，我为啥 A 防御塔了呀？我点了只将英雄为目标设为可选开关，我点了呀。bug 了，没了。我要没 A 那些塔，我估计他死了。我就是怎么会 A 塔，我是我摁波浪键还 A 塔了，一发现不对劲儿，这设置自己调回去了。这跟我可没关系，我的操作一点问题没有啊。我建议时间回溯一下，正常我摁这个波浪键是不会 A 塔的。好家伙，还各飞流失上单呢。还这飞流失还上单呢，还好家伙，你往哪跑，你能跑到哪里去？看见没，如果按了波浪剑是点不到小兵的，也点不到防御塔，他只能点到英雄。这把拿下来呀，小炮挂机了，我想直接挂机吃饭了。推吧，往里边推，他又跑上路来了。谢谢可爱喵，感谢朱世通，谢谢小周说翻就翻。E A W 溜平 A 吃药 A 再 A 再 A， 等他扣我们，我们再扣他，然后一个点燃。他来我上路这么玩，他就只能送人头。哎。哎呀，我点的炮车怎么点小兵了呢？来 A Q A 再 A 吃药，好像打不过，溜了，再吃个饼干。你想杀我 A Q E 再 A 呀？为啥呀？为啥他平 A 攻击速度比我快呀？
省点钱吧。嗯。绝对操盘了，是吧？我最喜欢操盘了，哼！操盘是我最喜欢干的事情了。哎呀，这不行，这别人得好好补啊，补的有点随意了。卢仙可下路一直杀呀。哪去了？那俩人咋没了呢？没点烟这波，要是有点烟啊，可以尝试一波击杀。来 ，EA 收钻起来。这小法师有没有闪吧？有闪行，吃狗屎！回头把这俩人给杀了。不知道有没有视野？一看这就是有视野，有视野又能有什么用呢？你是？他的虚区还是好高啊！这英雄还没血费吗？哎，这把玩的咋这么不得劲儿呢？感觉好奇怪呀、啊！是攻击力也低 ，A 也 A 不出来，是怎么回事呢？俺一个跟头，能翻十万八千里。杀我！你在开玩笑？我 W 一手，我没地方闪，我闪左边他也能跟到我。嗨呀，怎么还来人赶客了呢？我再吃点饭。他俩就找到对象去了。那我去下路吧。小法师这波没闪现，我还是用个大吧，防止他一我，然后他跑了的，他追不上。快点推了吧，这还磨磨唧唧的，干啥呢？这是。蓝枪不是又来了吧？快点拆了下一把。这个小炮应该不是用 W 出来的，他蓝没掉，他应该是走出来的。
A 点盐 A 接钩死了，怎么又是你 A Q？ 别着急，等个耀光 buff 一 A W 接 A 接钩接闪现 Q 一下加移速。你想追我，我觉得不现实，兄弟，因为我有走位呀、啊，走位。走位失败了，我要中推了，小伙子，刚才是不是你杀的我？小炮来干什么来了？注意啊，今天不能让他走了，他没有皮孩，今天铁定不能让他走，你肯定是走不了，我跟你说。你俩到底谁上来？给个准信儿。好啊，大甲猴是不是上路两个人，火蓝没有血了是吧？我先杀的有蓝的蓝枪。嗯，哎，真的今天好奇怪啊，我 AA 不出来。你在这里干哈呢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能走啊，小伙子？我输你 ，A 你再 A 再 A 再 A 再 A， 哎我他蓄区真的是有点高，盾攻，我正好再吃一口饭。摄像头往右边挪一点。好的，那你早点不说呢？带俺问问土地老二。你前面打那么多把也不说。不吃了，吃饱了。这波一打三应该没啥问题吧？应该没什么问题。要么 Q 一下，回血啊！正好15个，来了一波，吹一波 Q。猴哥飘了，不送飞机不谢礼了，是我飘了。皇帝以下的礼物我看不见啊。
都别动啊，都别动，我们先来一个飞机抽奖。还是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，直播间有个一千啊。下一把咱也不默契，小法师手打就把他杀了，EA抽这儿起来，下路也给他拆了，先拆塔吧，我就不杀人了，这走了走了，不杀人了，我不杀你们，你们非得要找我，那我先走一走，我抠你一下，哎，我的走位行不行？ A 注意 A 别打保留，敌人太甚，你那你把技能都交了，那卢仙不把你们都杀了吗？你不一波一波，这卢仙杀了23个，15.0%。